上 happy， 你是我，我来听你。这个我乃唔办，个沈文成合唱《古井夜绵绵》迄个啊，《古井夜绵绵》是伊唱的，唔是沈文成甲陈英杰唱的。这跟我熟悉是二十多年啊。新的一辈啊，甲你熟悉我这足侪年啊，旧的。现在新的一辈，这旧的一辈啊。旧的是像陈英杰。这迄阵我咧录诸葛亮的歌厅秀，这个就有啊呢。这都有啊。哦，这样我录足侪呢。甲你录足侪。嘿啊。你现在特别叫伊去甲你录足侪。无啦。龙千羽嘛，才去录你的一摆尔。啊！伊就录足济。我老公从龙千羽录，我也录一摆尔。龙千羽顶摆来咱这部讲，伊要去录。啊！伊就录一摆，第二摆我就走路啊，无要安怎？无是要过路啊？你来讲，恁爸爱讲作命啊！好，继续我你家己接。你是来这负责笑娘面？不是，因为我第一次上跟朱大哥节目的时候，他这个红本体真，我就想笑，因为他们说，哎，你看到朱大哥会不会紧张？我说不会，因为看到他还没开口，我就想说。我要讲什么？我要讲什么话？啊，我讲不出地球，地球，因为我妈妈特别交代。二十几年就整就足水呢。我跟朱大哥第一次访问的时候，我没有穿这种衣服。太多女孩子都无像穿衫上你的节目，那我想说，我太多女孩子都无啥穿衫去你的节目。有三点四啊，四点四啊。你的意思是我专门咧主持黄色的？不是的，因为他们歌手都太漂亮，那秀身材，那我身材没那么好。因为他们是很像以前的张雄姿啊，他们都身材都非常好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啊，对啊。哦，今天你算看我的面子？没有，一定要来上，因为之前有找我，一出唱片，电子的呢？哎对，弄电音呢？哎对对对。啊，你要跟谢金燕拼命？不，啊，我都跟谢金燕拼啦。啊，那我出来唱，就爱输个扛扛扛啊。哎，是哦。啊，赶快叫武雄老师给你下一个。系啊，啊，这赶快叫武雄下呀。哎对，看你体格还够作战呢。要不我告诉你，你顶摆你讲上前上后，好不好？我是咧较早的，我是惊出去的在看，出去的在看，你袂调你较早的。人出专辑来的，啊你今仔日看看了，啊伊看伊的大腿，先看后摆，卖怕你家己的方面，你拢看大腿。朱大哥，给你去落啊。朱大哥都不爱看查甫。无啦，以前我那也不爱看查甫的。你查甫的？你爱看查甫的？查甫的啊？你是查甫的哦？是哦。
啊，即马这两个到底做一个查甫，啊是？我穿裙的是查某的，我是无钱好夹头毛啊。伊头一摆出唱片的时阵，爱愈深深愈硬了，卖八十几万张。即马唱片愈来愈歹做，哎呀，歹做甲掠因囝落去做细汉的。哎呀哎呀，阿公拍 MTV 叫伊叫恁囝拍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叫恁阿公阿妈来拍。阿公阿妈有贵姓伊啊？要哪拍？啊无嘛，叫恁老爸老母来拍去。哎啊，老爸嘛贵姓啊？老母伤老啊，嘿。我、你要叫一个七十几岁，叮叮叮，袂使啊！我跟你冇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囝会晓？会晓，阮两个囝拢五岁开始学乐器。然后欠钱的时阵，找空腔就好啊。你的拍鼓拢会使换掉啦。嘿，弹吉他嘛，使拢会使走啊。我今年即年，你头前就讲了拍鼓，我讲，你敢再伊摆卡袂，就用卡来弹，我讲。伊会讲夭寿啊！我着脚着袂生迄落啊，啊着安尼猛拍尔。你去啊看到，即个我讲这足够的，即个我的节目哦，你看，当者有无？哎，效果拢足好个呢。你要找这人好好来拍这拍无法度。哎，是你家摆好个，毋是我害你。哎呀，我这你的专辑啦吼，啊希望大家较捧场啦。多谢。时机无好啦。啊，那就一定无人，人请人，我当请演员来甲斗拍，叫人惊落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我做点歌金戏戏，哦，这老好你啊！那我怎？这老好你啊，好你。你对我也不用唱啊。好你甲点歌金戏戏，无啊，录歌金戏戏。来啊，来拍破可能者哦。我会甲你等。